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我们 solo 赛什么规则呢，兄弟们？你们说呀？我们这 solo 赛整个什么规则呢？我没太想好，你知道吗？ 咱们整个什么规则呢？干嘛这么凶啊？ 我又不补刀，人类的腐败不会继续蔓延了。赢的50000，输的5000，就比如说这种就是。 你们呢？我看着啊，然后你们想挑战我，那也行。枯萎，变，啊。 打不死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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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枯萎，加12，别追了，别追了，那追不上，你又没闪现，你要干啥？是不是有毛病？ 别打我的头了，我的头不禁打，我的狗头。 这你不再干他一波啊？杀他！这得再杀他一波，他把你双buff拿了，你能受得了吗，兄弟？这你能忍吗？搁我，我忍不了啊！搁我，我指定忍不了。这搁谁能忍得了啊？ 要是我，我可忍不住。啊，有兄弟打的说，水友之间先打，赢一局50，3连胜可以挑战猴哥，把猴哥赢了500。行。 别3连胜了，你就2连胜吧，行不行？我觉得行，哎，我觉得挺好。也可以选择放弃。这么的啊，赢一把50，啊，你们打赢一把50。
然后呢，这个我先把这兵抠了啊，我先想一想，我没太想好。让他打我，完了我炮车没了，我靠！喂，我走了。他们的奔波是为了在一个傻瓜的天堂里生活。奖金叠加，输了全没，我觉得行。得有这种惩罚机制，是不是？先来个蓄力牌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知道吗？让他 W 不到，跟他画圈儿。别倒了，现在我已经飞升了，所以我可以随时享用灵石了。就这么渴望，你胃不好，享用不了灵石。刀锋怎么跑野区去了呢？他跑野区干啥去了？好，无畏，切！好，你不帮我推线的话，我就得一直抠了。我这看着这小兵，我就走不动道，你知道吗？
我疾跑一开，怎么不来了呢？刚才怎么跑了呢？上当了，兄弟们！我本来以为是一波我们的包夹，没想到给我包了。没补着车，舒服。舍己为人了。防御塔筑层需要破裂。发一波反豪，枯萎，靠！压死二，扣会儿兵。谢谢蓝莲汉又迟到了，你可以改名了，我们从今天开始就永不迟到了，包括今天，今天也没迟到。只有罪犯才
枯萎级，这你不上、啊？我压了。哎呀，我们也无敌了，队友也无敌了，有点顺。传送，空洞的头脑，这把顺才300，那他不让我坑屋啊，这也没办法，快点下一把吧，我准备进行我们的 solo 赛环节了。哪个区？艾欧尼亚吧。峡谷终点，你们有号啊？有号也行。但是门槛太高了，算了吧。哎，那你们说，如果两个水友倒，第一个水友赢了，就 A 水友和 B 水友啊 ，A 水友赢了 ，B 水友输了，那么 A 水友会获得50块，然后呢，他选择继续挑战，又来一个水友，那 A 水友输了 ，C 水友赢了，那该怎么办呢？那就是 A 水友钱全没了，但是 C 水友现在有50。是吗？100不行，我们你输了那就没了，然后 C 水友也50。